每个偶像团体中都有擅长拍照的成员，在他们的个人 SNS 里都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偏日常的照片，照片中散发出的氛围让大家都拿出去炫耀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好像也不太会引起怀疑，除非你是拿给也是对韩星非常了解的朋友啦，不然一般人可能还会相信。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，宣美首先是最近正值回归宣传期的宣美，在 SNS 里除了分享舞台或广告的照片及影片之外，她也分享非常多生活照，像是在电梯里的自拍、搭车时的自拍等，还有可以看出超级纤细身材的全身照，这些真的很有女友氛围。Like Pink Jenny Jenny 之前上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时，疯狂称赞气质很好，又表示自己是 Like Pink 的超级粉丝。日前他们全员开通了个人 SNS。也分享了很多自己旅游的照片，像是去迪士尼乐园玩的，也是少数能够完美消化公主风的英。近期在世界各地举办巡回演唱会，就算很忙，那人还是会在自己的 SNS 上分享许多照片，街拍的照片随便都像是拍画报，像是这种看起来非常清纯的照片，没有浓妆艳抹，女友力十足。手机里有这张图的朋友们请喊声，身为蚂蚁腰代表，当然不能少了小露蛮腰的照片啊，虽然是张侧拍的照片，但这种不经意露出腰的感觉真的非常自然。Red Velvet S-U-L-D-I 在团内也算是非常会自拍的 S-E-U-L-D-I。虽然 Red Velvet 成员们还没有开通各自的 SNS， S-E-U-L-D-I 在里面也分享非常多的照片呢，拍照的氛围也非常有女友力，经常更换各种表情和手势，根本可以称作是自拍匠人。Dear 彩娟最近也是忙碌的打歌期的。Dear 彩娟在 SNS 除了分享日常生活照之外，也会分享之前在 OIS 成员各自团体的新发行，还有之前贴出和妈妈的合照，引起韩国网友大赞。果然美女的妈妈还是美女，像这张日常女友拿手机照，也请大家赶快存起来，别说小编没有分享。XDD